给五百了啊，攒一千给五百，快来玩了啊，攒一千给五百，快来看看呀，攒一千给五百啦，攒一千给五百啦。哎呀，来上班儿，你这在这约个配的干什么这是？哎呀，大妈，我这是一个游戏啊，打一圈给五百，打你一圈给五百啊？啊，你这是哪不舒服啊？这是，还打一圈给五百啊？哎，大妈，你这就不懂了吧？我这叫体验生活。哈哈，哎呀，体验生活啊？啊，哎呀，恁这年轻人真会玩，这什么花招也有这是啊？这么也不敢打？万一？五百块钱没得的，得叫你来的那么弄，不给他。那大妈你慢走哈，没事，下次再见。打一千给五百啊，过来看看，过来玩了啊。打一千给五百。我真不敢了。哎呀，打麻将又输了，太狠了！我的妈呀，那么老是输钱。输的屁也没有了。来看看爸爸了，拿一圈给五百了。什么？打一圈给五百？这还有这好事？我能打到你破产我？打一圈给五百。哎，我妈，我在那儿听你说打一圈给五百，你这哪么个玩法？啊，帅哥，这不就像你看见的一样，打我一圈给五百。哦，打你一圈给五百啊？不是，你说你这年纪轻轻长得这么好看，你怎么干这个呢？不是，帅哥，你身为年轻人也长得这么球的，难道你不了解吗？这叫体验生活。你看现在这人压力多大呀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压力大，心情就不好，心情不好啊，生活就不顺心。你看打我一圈去出气儿，你看对不对这个事儿？是这样的哈。嗯，那我先打一圈的。玩玩。啊，玩玩，必须得玩。这拿不打就这么样就打了。你看着，只有不打脸，你看着办。还不能打脸啊？那肯定呀，打脸还拿不出来建议啊。哎呀，本来也长得没法建议了。我的意思是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是不是很恐怖有力啊？可以，劲儿不少啊，帅哥。哎呀，你别说，我刚刚打麻将输了钱，我打了你一圈之后，立马压力就好了很多。那赶紧给我五百块钱吧。是吧？我跟你说这招管用吧？管用，给钱吧。什么给钱吧？你给我五百块钱。啊？不是说好了，我打你一圈，你给我五百块钱吗？是打我一圈给五百块钱，但是不是给你，是给我。不是，看看，打一圈给我五百块钱，给钱给钱，赶紧的。哎呀妈了，还真是这么回事，还真有个五。不是你写的是写是拉的这么小，谁能看清楚了这个？不是你管我写的大还是小，反正我写了吧，是不是写了吧？哦，写了哪么地？那你废什么话？给钱，赶快。我不给你弄那么的啊。不是你这光天化日，你说你打我这一下，我得躺下。哎呀，行吧，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不要相信路边美女说的话。我今天我在这学习了，行，我给你还不行吗？你赶快，等会儿啊。给你，这是四百，这不你要五百块钱吗？我给你折了咋？你在这花了咋五百块钱？对呀，这能花出去啊？能花出去啊，哪不能花出去啊？反正我是能花出去，你花不花的出去就是你的事了啊！哎呀，真爽！
媳妇儿，我遇点话和你说。哎，有话说一批吧。哎，媳妇儿，脑袋，我和你商量啥个事儿啊？说。那个家里的财政大权，你不得让我掌握一下吗？你把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明白啊。就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外面顶天立地，收来一天就捏三块钱，不合适吧？你的意思是你想把钱？对，我想管钱。哦，想管钱是吧？但是王小虎同志啊，你自己这个脑子几斤几两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你还想管钱？你这就有点门缝来瞧人，把人看扁了。更何况我这大体格子，你还能给我看扁了？那个媳妇儿，你记不记得上次，大村组织体检？啊，那跟体检什么事？测智力了吗？我这个智力2/5啊，好不好？高高高。你这一波级的脑子，你和我比？只是250是吧？看你就像个250。哎，关于这个事儿，你别心事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一天再给你加2块钱零花钱，一天5块，哈。这媳妇儿啊，你让我管两天嘛，我保证把家里的财政管得井井有条。你让我管吧，让我管，让我管。不是，你说你想管啊？嗯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不是说你紫砂缸吗？我出道题，你回答上来呀，我就让你管，行不？出题这么简单的事儿？那我关定了，说吧。嗯，你听好了哈，说一只老虎和一头猪同时关在笼子来了，一夜过后，老虎死了，为什么呀？老虎死了。嗯。和猪关在一起。嗯，老虎死了。嗯，和猪关在一起儿。我知道他哪么死的了。啊？这个猪它不是一般的猪，它是二师兄，它是二师兄，它是二师兄啊。啊？天蓬元帅。对。拿着99花就嗨，他能不死吗？不对。我再想想。就天蓬元帅他是猪的时候，他也没有99。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了。老胡是让熏死了。让你放屁熏的。不是，这个猪他不是不洗澡吗？身上味儿可大了。你看我不洗澡的时候，你不是都不让我上炕吗？肯定是就是因为这个猪不为了洗澡他就上了炕，所以说老虎受不了就熏死了。哎呀，我就让你愁死了，熏死了。你上住院去逛一圈，你试试能不能熏死你。那到底答案是什么？我对呀，猪也挺纳闷的，好好信心是啊。猪也挺纳闷的。啊。猪纳闷是吗？他也纳闷，老虎怎么就死了呢？行了行了。是啊。慢慢行。啊。是啊，老虎是怎么死的？慢慢行，不着急，什么时候想出答案来，什么时候来找我说，我再把这个关钱的这个义务啊交给你。啊。哦。慢慢想哈。啊，这老虎到底是怎么死的？这老虎不是血
思了吗？